我现在用那个超广角。他们讲说这是第一个，等一下里面还有另外一片，应该还有两片，然后最里面那一片第三片是最大的。这也是脸书社团有人推荐的，所以今天就跑来看看。有不同的品种，你看像这个哦，中间这个籽就很大颗花瓣，然后那个有没有中间比较小，然后那个花瓣就比较大。是品种不一样。这个有分工的母的吗？你看像那我知道，你看哈，很小啊，这一排都是大朵的这个，啊、然后这个也是大朵的，可是呢这一排你又开始大路耶，碎路耶吗？听你讲，那这一排的。就是这样小小的，对啊，就是都不一样啊。而且它一种就是整排哦。应该这里。你看左边、右边这两排就不一样了。这一排跟这一排就不一样了。嗯哼。而且花的颜色也不一样，这边比较淡黄色，一个是比较深黄色。我要开那个面。来，老婆。